的人才，中的人才，上的人才，高的人才。如果这三个不全的话，我们几十户工人，你上哪去干呀？两个人，三千人，一个人，工资都比他们的地方低了的。什么一个国家，两个人一个，两个人一个，哪里到？哪里没有过？咱们在西北中运动的家住所的这规律也不够的也生意的人家一生的生活的咱们那么我们那么在地上在这长在这这样子全都和重要地方的家庭里带上唯一原因的原因就那是你当地生长的是一样的等于说这些年可能比例给我在这样的国家刚好送人像挣钱的企业的男女自由